最新组队哦，各位，最新的哦，今天呢、啊，刚教给你们的新招式，现在刚教，刚教给你们的啦，现在教，看得懂组队概念按一波一波一哈，啊，看不懂的按二。干，我觉得刚刚怎么讲好像怪怪的。不是、啊、那个教打错了，是教学的教对，教学的教啦，那就乱不要乱打字啊！你这样我就知道你平常都在看什么。好用哈、哦，看得懂哦，看不懂啊？问号，一哄想一下，你一定看得懂，不可能，你怎么可能看不懂？好，看得懂的人可以。可以告诉他们这队组队概念是什么吗？有没有人可以讲的比较详细？最好是一句话，不要打太长。这队组队概念看得懂的，帮我打一句话，可以让其他人了解我这队组队概念是怎么来的。那声音台以为是什么台？最新的道罗斯哦，这队是道罗斯吗？忘记了，靠队长加平砍我。嗯，讲对一半，还有另外一半是什么？你讲对一半了，另外一半是什么？这队其实不是只有这样组哦，很多方法都可以组哦。有问题开我眼球，没有问题靠平台，没错。熊转新掠狼主力木屋加成攻击非常好。翁志林讲完了，熊是转新的没错，掠狼主力，一半讲到一半，我看一下，木屋增伤一回合无限转新，是格赫罗斯哦，对不起，我念错名字了。哦，格赫罗斯，不好意思，不是道罗斯。八箱连开两件神官法宝，按理说我们四武器吧，如果不是的话，就可以旁边休息。组队概念是什么？那个谁讲的很完，已经算蛮完整的。翁志林讲的算蛮完整的。啊，啰嗦。让你看一下这队的平砍的威力好不好？不是平砍啦，开一季的威力。大概1500万吧。比较好用啊，看得懂啊。熊转新配眼球队长技，木屋配眼球主动技，绿狼喝气配眼球队伍就哇哦 ！XY1086 几乎完整的讲出来啊。熊转金是配合眼球的队长技没错，木屋配眼球的主动技配得非常好，绿狼合体配眼球的队伍技，完完全全一个字都不差，非常好。这谁啊？没看过哎、欸。XY1086新来的高手、哦，记得、啊、我这台别的不多，高手特别多啊、哦，高手特别多哦，跟这些高手做交流哈、啊。啊，这位高手你也要留下来跟大家一起交流，所以记得要按订阅哈。木屋伤害不？故意的，嘿啦。非常好，非常好，真的哎、欸，那个是新来的哎、欸，那个是 XY1086，我觉得很不错哎、欸。木真伤熊转星加掠狼给哥的共鸣，对，因为我这队我跟你讲，你中间怎么摆都是废物，你只靠一张、两张、三张，你只靠三张卡，你给他增伤下去，这队变成16340，16340的，我说假如两倍伤的话啦。假设两倍啊，就乘三只，所以这一队就是这样用就对了，屌屌的给他打过去啊，各位观众。希望人偶不需要这么大包包的，你看，水月人光都说不需要了，对不对？所以等于我这队是绝对是屌打的吧？对啊，不需要我还是要进来啊，我要通关啊，我要通关啊。熊哦，有点吃饱没事干了、啊，因为熊都还没出手、啊。看看这平砍的威力啊，舒服啊！
神官庄、精灵庄都贼难冲啊，没关系，那个一、二、三、四，推哥一路你到底啊！这一队是新的组队概念了、啊，因为我觉得这一队少一点真伤，那我要长出真伤，所以我就直接把那个位置给他舍弃掉了，直接一波爆发。魔三康博，真的假的？魔三康博，这一台才看得到啊，别台看不到。完，终于在这排出偶尔炸出处理机车盾甲。你注意看一下我的队伍，你讲炸出这两个字的时候，你注意看一下我的队伍。不是说纠正你啊，就是对啊，你不是在吐槽我吗？看我这队伍没有炸出吗？叠出，哎，少了什么东西啊？啊，少了什么东西啊？你这搞什么东西的？啊？看到没有，巫术盾屌打！看看那个伤害，看看那个伤害，看看那个伤害。对啊，月朗已经有炸出啦，怎么没有炸出？解板就靠月朗一只就两技了，对啊，那个 combo， 你看佩姆，爽爽的，看一下多少，各位。6000多万是不是？一只啊，6000多万是不是？哎，瑞朗好像不能把它炸出来哦，它是引爆古石而已。撞。今天没玩天堂，哎、欸，现在是没有玩，等一下再看看好不好？对啊，因为我也不确定我这个神魔会到什么时候。是什么让我遇见这样的你？是什么让我遇见这样的你？叫他，喵喵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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不要问玩具熊进来做什么的、啊，对，该出手的时候他就会出手了。八七是这样子，凶狠的才能看见，然后死在一次，打这么快啊，速度太快也不行啊，对啊，你懂我意思吗？啊，不能太快啊，嗯。看一下平砍啊，喵喵喵喵喵喵，278万乘三嘛，喵喵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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快对男生说是四种羞耻，没有啦，什么羞耻，不要这样讲。有人真的很快，也不能这样讲，对啊。像我也很快啊，我是说手很快啊，你懂意思吗？那种是一种可遇不可求的、啊，手快不是一般人遇得到的、啊。那、啊、手很快哦，我手很快，超快的，真的。啊，我手超快的，我是说转出速度。这种开下去都是一波大爆发。晚安晚安晚安。
啪啪啪啪啪啪，一支2000多万呢、欸。霹雳最后一天了，来不及了，我知道。嗯，怎么又来了？What the？ 锁技。以防万一哦，以防万一。嗯。因为我没有看攻略，所以 我不知道他血量多少，所以以防万一，我还是开个龙克好了。多少血啊？200多万而已，靠！要一招一个不行，才200多万而已。体验池是什么东西啊？对啊，你木屋那个位置再放别张什么龙兽魔，我觉得都没用哎、欸，放一张木屋最实际。可看不了拉一下，看不了拉一下。三 combo， 我真是也是佩服自己，为什么可以用出三 combo 这种 combo 数啊？我自己都很难理解，你知道吗？这个玩具熊开下去就是一个小爆发了，500多万，572万。木屋山是今天常客，灌一次给各位看。灌一次给各位看啊，灌一次啊，看看这威力。其实也是可以不用了，说实在话，其实对我的伤力真的已经够大了。为了后面的关卡着想，我们还是安全一点。哦，这是没有木屋的时候的状态哦。到底没有木屋可不可以打过6239030呢？砰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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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一只就打2000多万，一只哦，我还没开木屋哦，想象一下这个威力。哦，这个一样，我们一波直接灌过去，直接灌了、啊、过去啊！算了，我感觉 combo 数不太够。
我怕咩？我怕咩？水狂到家的，不得，阿基也可以。哪一关啊？看一下。下关附加小组，好，不开木屋。看一下玩具熊的搭配啊，这个伤害，一只382万，等于是1000多万了、啊，这样讲比较快。附加消除啊，开。水珠太少了吧，兄弟。旧光卡应该不会啦，应该不会啦。怎么会全部绝对更新呢？欸，这符号不见了。开。坏掉了，坏掉了，怎么回事？有人知道发生什么事吗？为什么刚打没伤害？打害小丽？哎，我是遇到 bug 是不是啊？啊？坏了！下完15水，那、啊、现在还有几水？可以告诉我吗？我这样，干，我现在到底几水？我看不出来。我现在剩几水啊？对啊，我现在剩几水？我看不懂啊。刚刚那个是什么？坏掉。没关系啊，我已经消掉了。这次不会显示水，有啊，刚刚有显示啊。往前拉，我刚好看到水有显示哎、欸。别，那是一只一亿是不是啊？那是一只一亿是不是？微笑心安啊，回整伤。三 combo 没错，木屋摊三 combo 含天降四 combo。哎、欸，为什么还有留一颗在面？干，要不要给我木屋？那个尊重一下其他实况组啊、哦，不要去一直讲别的实况组怎样怎样，好吧？对啊，有的会显有，我刚好显示啊，
再让碾过去啊！我刚刚有显示啊，不是吗？这种消水柱比较安全，一次整板的处理掉它。做成补偿，这样没办法补偿什么了。说真的，各位可以看到我的 combo 数啊，就是四 combo。其实这对 combo 数拉高就会强了。我没有拉得很高啊。喂，这一回合就要拉高了，不然会死掉。不是这场没显示吧？刚才一样显示，我好像到最后剩下不知道几颗的时候，他就那个了。下一关是什么？看一下。OK。刚那个圣诞节好像是说会长有领到那个兑换券才会有。这一关是消水火木。水火木不消光暗，干！逼我出绝招，来，出绝招了，各位，我出绝招了，真的，我出绝招了，看好了啊！看好了啊！看好了啊！看到没有？看到没有？你！学起来，战术啊！你以为你那个很难吗？叫熊熊抱着他转掉就可以了。哦，这个有熊熊做强化图就可以了。所以不用怕强化盾的问题啊，我到开下去有没有都是强化盾啊，各位。哇，没有开就快，他就快死了。我现在在绿那个新珠出来，多少血啦？900多。那没啊，还没完。Ooh.
哇，一 combo 哎，这不是很难，这很难得哎，真的，别台看不到哎。Oh my gosh！ 吓死我，差点木三 combo。我在做效果啦，哎呀，怪壁死的时候天降特别多，好像是这样，我也这么觉得。是啊，狼狼晕血，狼狼晕血。雷猪，开！雷猪，哎！故意的啦，哎啦，干十二 combo， 干那个景致切，哎，你们看那个版面啊，那个切到这种完全切开的，太夸张了吧，差点被他玩死哎、欸，太可怕了。哇，这个叠珠直接把我吃光光！刚出现一个还好二三星，我几盖给干掉，一次把它干掉。关木屋、哦，我关木屋、哦，哇，我关木屋，哇，转了两颗，真优秀。哎，非常好 ，K 了，你那个马上就起不起就刷出来，还没有跟上的、啊，照打啦，三百万而已啊，我说一只啊，冰亏，亏，十狼云血，百变为成加冕，加冕，这颗千万不要按下去哦，因为它只会剩一颗，你会跟智障一样，你知道吗？两颗啊，差一点点。哦，不用关掉是不是？哦，了解了解了解了。你看，可以让我先讲话嘞。哦啦哦啦哦啦 ！KO！ 哦屌打！